手中梅花如同见我。
简直是胡闹！岳元帅，您不能回去，英雄好汉为您死了100多，舍妹为您死不足惜，但是您千万不能回去。自古军令昭，不辞驾而行。岳元帅，您想想，元帅10万之众，破金兵百万，功盖天下，今日却受此凄凉，这分明是奸相勤快，渡而生恨，定计害您的。对呀，是啊。
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岳元帅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对对对对对，胡说！你们眼里可有国法？忠臣不怕死，皇天厚土，可表非心。你们看，我母恐我一失失足，将本帅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，所以一生只图尽忠。既是朝廷圣旨，哪管得奸臣弄权。非奉旨赐死，万民同气。宁宗嘉泰四年，追封鄂王，尽忠报国，流芳百世。秦桧恶贯满盈，与妻室生铁铸像，跪越王墓侧，受拓天下，遗秀万年。